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中，新加坡的经济实力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新加坡的领土面积却仅有700多平方公里，也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县城规模的大小。新加坡在历史上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二战结束之后，它还加入过马来西亚。只不过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新加坡就宣布脱离了马来西亚，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新加坡独立的时候，共计200多万的国民中，高达75%都是华人。走在当时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各种汉字标语和广告随处可见。正常情况下，作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本应该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毕竟他统治这个国家需要华人们的支持。可是他在许多政策的制定上却也不乏各种独断专行，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废除汉语，而将英语作为了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汉语为何在与英语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英语给新加坡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又长期带来了什么样的弊端呢？下面分四个方面带你详细解读。第一方面，人种和地理原因。在1965年8月9日这一天，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宣告了新加坡的正式独立。这对于200多万新加坡人来说是难熬的一天，但他们没能想到的是，被迫独立的新加坡非但没有就此沉沦，相反却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一举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掀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首都即是整个国家的新加坡，并没有广袤的土地资源，也没有发达的工业制造能力，甚至就连日常饮用的大量淡水，当时也需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但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人却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走出了一条小国崛起的特色之路。早在新加坡独立的前夜，李光耀所谋求的依然是将新加坡置于马来西亚的统治之下。而在谋求共治失败之后，李光耀则不得不独自解决新加坡国内的民族、宗教和语言等诸多难题。在李光耀看来，虽然华人数量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占比非常高，并且他本人就具有华人的血统，但是将汉语作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却并不是明智之举。新加坡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需要的是新气象以及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而让人口占优的华人在语言上再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显然不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使用汉语固然能解决当地华人的语言问题，但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印度人来说，学习汉语却是难于登天。这种语言上的对立长期发展下去，则会影响到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而对于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来说，则承受不起可能会出现的国内乱战的局面。因此，李光耀选择英语这种中性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情况而做出的最公平抉择。在中国，有部分民众因此而质疑起李光耀的华裔身份，以及废除汉语后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其实，在实际上，在新加坡立国之后，不论是李光耀还是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他们首先都是新加坡人。毕竟文化烙印不能磨灭其国家认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他们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加坡接下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超越了文化与血脉，是他们今后在世界上立足的根本。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遥远的中国当时对新加坡鞭长莫及。新加坡在被马来西亚包围之下，只有迅速地抛弃汉语文化，开始拥抱马来以及西方，这样才能在这个咽喉要地站稳脚跟。毫不夸张地讲，李光耀必须把语言作为突破口，以此促进新加坡社会全方位的转型，这样才能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世界中为新加坡争得一席之地。第二方面，汉语的学习难度。如果说李光耀以极其敏锐的眼光预见了英语的强势，并以此做出了正确抉择的话，那么他以前多年学习汉语的痛苦经历，则让他和马来人、印度人感同身受，使得他更加坚定了推广英语的想法。李光耀的祖籍在广东梅州，他自幼便生活在新加坡。祖辈的移民经历让这个华人家庭中的中国文化氛围日益减弱，
而家境富裕的李光耀更是从小便接受了英式教育，在之后还留学英伦，然后一举成为了社会精英。就像如今许多海外华人空有一张东方面孔，却完全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一样，从小在西方文化浸润下长大的李光耀认同的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对复杂的汉语并不热衷。而且汉语和拉丁语系的语言相比较，不论是在发音上还是书写上都截然不同，因为汉语方块字的背后凝结的更多的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所以这让几乎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李光耀学起来感觉异常的难学。正因为多年汉语学习的痛苦经历，让他明白了学习汉语的难度，因此汉语学习的困难程度也是李光耀放弃汉语作为通用语的原因之一。第三方面，英语的世界地位。如果说新加坡的其他人种难以学会汉语是李光耀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新加坡的未来究竟要走向何方，则是李光耀所思考的更深层问题。所以官方语言并不能以人口比重来确定，而是首先要考虑到语言的具体实用价值。新加坡狭小的国土面积和稀缺的自然资源注定了新加坡只能走小而精的路线，而招揽大量的人才就成了新加坡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李光耀的政治哲学中，精英治国是新加坡立国的根本，所以如何培养本土精英，如何吸引外来精英来到新加坡，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而从当时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看，排名世界前列的美英两国无疑拥有更多的人才，而留学伦敦的经历也让李光耀对新加坡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了新的感悟。因此，要想从顶层设计上让新加坡弯道超车，那新加坡就需要培养出一批能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精英人才，而掌握了英语技能，无疑就拥有了进入西方世界的入场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本土的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则都不能成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只有既中性又世界化的英语才能引导新加坡迈出融入世界的关键性一步。从这一层面来看，英语即使因其自身的便捷性受到了李光耀的青睐，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也正是英语背后代表的国家、社会与文化对李光耀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李光耀借英语打破了新加坡不同种族之间的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融合，而这也为他之后人人各司其职的社会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方面，英语造成的弊端。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李光耀选择英语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想要和欧美国家做生意，当时的新加坡严重依赖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合作，而刚刚起步的中国对新加坡的贡献则要小得多。基于这样的现实，李光耀选择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也是必然的。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后，新加坡承接了许多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短时间内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但是在强化英语学习的同时，一味地打压汉语的发展，甚至对南洋大学予以取缔，则不得不说是相当的短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快速成为了世界贸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时的李光耀也看到了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开始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合作和交流。可是在英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已经难以与中国文化产生共情，这种因语言转变带来的隔阂引起了李光耀的警惕。因此在80年代之后，李光耀开始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学，试图重新将汉语融入到新加坡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新加坡的许多学校也开始以英语授课，并将汉语作为一门外语课程。可是在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实际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在英语作为母语的这几十年间，新加坡人民不仅是语言发生了变化，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也随之完成了深刻的变革。这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的不仅是生活习惯，更是文化兴趣。换而言之，新加坡华人现今对于汉语的热情和兴趣不是很高。李光耀用几十年的时间将新加坡华人都变成了英语达人，可是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汉语不过是一个个晦涩难懂的方块罢了。
总而言之，回顾新加坡语言改革的始末，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的背后实际上是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局势的变迁。李光耀则一直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之间寻找着某种平衡。当初全民学习英语是为了国家利益，如今大力推广汉语，同样也是为了国家利益。李光耀站在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通过合纵连横走出了一条新加坡的独特发展之路。这样的发展路线未来会走向何方，只有时间能给出最终的答案。